上呀上呀上呀。哦，应该是我奶茶到了。麻烦你了。你发什么脾气啊？你昨晚在哪儿住的？昨晚上太晚了，他家就在附近，我就去凑合了一晚上，头疼。分手吧。我不就是在朋友家过了个夜吗？又没发生什么，你干嘛动不动就提分手啊？情侣账号、朋友圈我都可以的，可是哪个男生能忍受自己的女朋友在异性朋友家过夜啊？可那些都只是朋友，是不是朋友已经不重要了？你明明知道我在意会不开心，但你还是这么做了。第一次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是你不小心犯了错，但一次又一次就是你的选择。我们算了吧。